把你收拾了没有？大姐跟我说把灶炉扣。我收拾好了，就看你老妈。走嘛。走，这灶炉扣结关键有弄鱼啊。饭煮好没有？你有没有搞不赢呢？小姐。哎。快点，今天天气真好。人家来歇着了嘛。哎呀，不一会儿。一会儿你们搞不赢，哎呀。哎，没事是的，让你拿起来干干嘛嘛。哎呀，空手。要的，要的。你来做饭来，要帮忙不忙？不要不要，吃完饭。我反正没事的，我天是早点来呀，不要。小姐，猪就该吃你了。哎，还得烧。那为啥你整其他的？你休假了你？这个锅是专业的。要的，要的嘛。辛苦你了，你。不，你整其他的嘛。要的。这里在修工具哦。哎，没有。有我飞哥打电话没有？来录哪个喽？应该录进来了。他忙得很。来近点，他都这舍不得早点来呀。应该是算了，耽搁了。好，来再见。嗯。你花了。算了，这坨其实骨头都是自己人，哪个自己搂到就啃了。出去，花火熊妞。大家，我兄弟修了，修了，我羊皮先出来。那个叫，哎呀，那个叫我品尝。我晓得你，你那个有好酒，那我要来品尝。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我来，好，留起来灌我水，继续喂你。要得，我跟你说。你爱喝酒就常管儿走，我跟你说，就是那种七八年的老哥都还放牛的。我晓得，肯定我们肯定是有好酒。你就随时随地来都可以。要得要得。加水。这个出去花，出去花好要弄。自己下个味液。花生，来口姜。大火吧。要得。干嘛？啥嘞啥嘞？慢的慢的，还没走呢，我就接喊舅舅啊！舅舅，哎，长得好高了，比我高点了噻！哎呦，耶，跟你高点喽！舅哥，一路坐，干杯！一路耍哈！哎呀呀，说啥子？不行，陈贤，陈贤，严外婆，哈哈哈，严外婆，过年了的嘛，哈哈哈，你别。哎，我不上班都要天上班。我想的是酒钱。啊，我想到了，姐，我想给你打牌。我想给你打牌。我又打不来牌。我现在舅舅买了香肠。我就买个香肠。对。怎么了？不叫老的，三舅。哎，安妮，不管，就多点就多呗。今天钱在后头。快跑我跑我哎呀哎呀哎呀跑了我哟哎呀没呀妈妈老弟好去坐你了老弟对吧好这种自饮料飞哥这枸杞泡水你喝了不哎呦，还得端嘴，还得端进来，我喝了吃就睡。这只有干胃不好的啊，嗯，热络，哟，这个到时候亏的很。老板，老板，欢迎欢迎欢迎，哎，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来，哎，我，对，来吧，我晓得，你有点刚来的，这就是。好吧，来，喝了这酒噻。嗯，行，喝了这杯，来，喝着吃。哎，我都这样的，这里任何事情，快吃哈。干酒。哦，真的很。干杯！新年快乐，大家快乐。